那我今天真不好吃这个。老爸，他准备拿这个中包花，你们有没有吃过这个的？这是我们山里的美食，这个。拿点回去做菜吃。不好意思。哇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这就是中包花，有没有吃过你们？这个炒腊肉也很好吃，那边有一个。我说的。老爸又拿到一个了。再滚吧。三个了。老爸采的中包花，你们有没有吃过的？我让老爸给你们看一个，这个炒腊肉也特别好吃。好记得，那吃那几个，那我赶紧给你往我。让老爸开个给你们看一下。他能看过？开个给你们看一下里面。哦吼，我肯定现在还是蛋呢。像鱼蛋一样的。你这天然不合适呢？这个生的也可以吃。嗯，生的。我们去年也吃生的，也可以吃这个。你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这个？怎么当呢？老爸说有点面多面多的哈。嗯。老爸甜不甜？我吃点。